四十二道的站甲油泵，伫所有甘蔗里社区甲武东宫之间，经过两天一夜合力支持之下，顺利完成帐篷庆端午的活动。自活动前一日到隔天透早，甘蔗里社区所有职工伫共同努力之下，顺利完成四十二道站以及四十二道油泵的工课。让每一位参与的职工甲社区的乡亲，是拢非常的欢喜以及有成就感。咱这上感谢吼，咱社区在职工吼非常合作啦。哦，大家拢足认真个安尼，嘿，足感谢咱遮社区个啊，甲咱啊，感谢咱赞助个，吼，足侪人甲咱赞助个，大家拢无少融资啊，甲咱赞助咱个社区，互咱社区更加团结，更加合作安尼。哦，拄啊包四十二道粽，啊，称四十二道油饭，我真感谢讲哦，咱李处长啊，周干事吼，会带领之下，啊，互咱李个吼活动拢办了三年啊，成台真个成功，啊，尤其粽吼，拜托德基西。哦，淑华、吉天、啊、丽珍啊，啊又分去平哦，拜托阿咪啊，因三个姊妹啊，啊伊其实做吼，真尔啊做辛苦的志工，来出来斗三工，为站妹甲囡仔，有出来斗三个志工吼，保守估计有超过百三个，即乡亲是都出来参与吼，哦出来领粽啦，出来食面啦，哦食笋仔汤。看到真侪志工妈妈吼，啊甲咱的朋友吼。哇，真认真哦！啊，首先来在志工表示啊，建议办这活动哦，我知影吼，拢是啊，咱地方人士吼出钱出来斗三工啊，实在非常的团结啦！啊，祝福大家吼，端午节快乐！帐篷庆端午的活动，结合节能省团的活动做伙举办，和社区相互热闹，又搁快快乐乐度过佳节。新中华新闻江代锦何必采访报道。